保温备场，我们来了。现在我眼睛能看到的地方，全部都是这种棉被，就是可以大棚蔬菜大棚里面用的。然后这里面也是。咱们是买防水的还是不防水的呀？这能不能拉下来不知道。这么大一大卷，五十米啊？这得四五米吧，这么大一大卷。我觉得三米的应该比它窄。窄啥？你算一下，这就差不多三米。面前的这个，一米、两米，哦，差不多。去问问老板。涨价了，大姐。去年我们买的100米，没有这个价格。你买多少米的话，你记差了，指定记差了。这个去年最低卖2.1元，这是煮500克的。煮500克的。对，记差了。这不是整捆的，这是什么？你摸摸这纸的。啊。去年卖2.1元，最低卖2.1元。装不下吧？开那个车来好。你这车呀？我这小白车。装不下哈。能。后排。折不了，你车装不下。啊，2块钱一瓶。对，今年便宜了，原先最低2.1元卖不了。这是，三米的哈。三米乘50，150平吧。对。300块钱。嗯，对。啊。300块钱，咱不能跟你高了。你这讲话，咱不是说一回两回的。是。这都是样品呐，大姐。对，各个部分样品。啊，这都是干啥使的？就是上大棚棉被的呗。对。完事你跟大姐定一下，大概几点能取？这个吧，现在没法说，那家被没做完呢。啊。你就去了，给我打电话就行。电话多少钟呢？我们把簪子被已经买完了，然后今天失算了，没有开货车来，不能直接把他们就拉回去。然后下午大姐去送货的时候路过我们家附近，就给我们捎回去了。下午来取吧。你按一下喇叭，对，告诉他一声，咱来了。再往前点，再往前点。现在是下午3点，然后取上簪子被，然后回家。能 hold 住不？你别掉下来啊！一二，你再送一把。再送，哎，对，再送一把。怎么了？一二三，刮住了，好像。刮住你就别拽上面，你拽底下。你尽量别让它刮呀。等会啊。一二三。再来一把啊。来，一二三。那我先下来。抬板，刷抬板，拽抬板跟前儿的。哎，啊！我转呢，这不我不扔了吗？一二三，来，一二三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真的太不容易了，这一个200多斤的，就靠我和江南俩就把它整下来了，太厉害了。不过还好今天的风挺大的，凉快。现在已经把这个簪子布全都放到上顶了。
对，你把绳头先让出来，完了。完事给这嘎子绕回去，行不行？行。哎，好。完事你多稍微多拽点绳，它秃噜啊。啊，把绳都顺着，完你上那边，往我这边，两边一对。好的，好的。再等一下啊。撤它干啥呀？等轻一点，一起再撤呗。一起整的时候，到时候直接都搂一边去了的，是吧？现在牛圈上饼的簪子布，我和江南都已经铺上去了，然后用绳子大概链了一下，把那个绳子链在上面的角铁上了，然后我现在还需要再上去一下，上去和江南给它撑得均匀一点。哎呀，我一爬高我就有点害怕呀。把这个簪子被整体的再往东移一点，然后这边的绳子现在江南也就已经系死了，他要不咱把那边啊系固定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可以了。哎，稍往北练点。行行行，可以。把这个再往这边拽拽，拽多了。好好，行了。现在整体都已经系完了。然后这回我们家的牛再也不能热了，这样牛圈里现在都已经没有阳光了。现在夏天嘛，每天30多度，天天高温，然后牛受不了热的。现在给它安上个这个簪子布，以后就不会热了。等到秋天，冷的时候再把它给撤下来。经过两天的培训，往里对。手扒住了，啊！我的肋骨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硌得我这骨头好疼。哎，这个钱不白花啊！这牛圈里感觉马上就凉快了，是不是？一分钱你也不白花。辛苦了，老公，快喝点水吧，辛苦了。哎，现在这就凉快多了。